爱丽屋还与韩国旅游发展局携手举办了展现韩国最新时尚的化妆秀，爱丽的时尚代言人韩流明星李明浩也前来参加。看看他的皮肤保养得这么好，让我们问问李明浩在寒冷的冬季护肤秘诀呢？除此之外，爱丽屋首席化妆师现场表演韩国当下流行的化妆方法。네한국인상시청자여러분안녕하세요이민호입니다한국에서정말좋은추억들많이만드셨으면좋겠습니다감사합니다쉐쉐